想不到你酒量还挺好的。你不也没醉吗？我是因为还没谢谢你。我也要谢谢你啊。谢谢你在海边对我说的那番话。谢谢你把卧室让给我睡。谢谢你为了我去找隋先生替我承担责任。谢谢你为我收拾浴室，为我做晚餐。谢谢你不顾自己的安危去抢救我的铁腕。谢谢你不顾自己的形象，在我生病的时候彻夜陪着我。谢谢你帮我筹备露天婚礼。谢谢你送我白球鞋和巧克力。谢谢你成为我的助理。焦总，焦总，我忘了跟您汇报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啊，你说。今天上午我去公司送那帮人的认罪状时，碰到了苏经理，他给了我一份文件，文件上统计了近2年来发生了所有和您情况相似的网络诽谤案例。苏成俊。对，而且这份文件特别有说服力，所以公司上下才会更加相信您这次确实是被恶意重伤的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接着睡吧。好的，焦总，晚安。啊，李淼，哎，我明天有事儿，你帮我照顾好他们，我先走了。就让这相逢的起点，你和我的每个画面。时间倒数在匆匆却都完全，就让这相逢的起点真是我们幸福瞬间，用尽一切跟你说未来。来得及看见这酒量也回到十年前了，他躲什么？太不好意思了，切！不对呀，这吃亏的又不是他。不上班，什么意思啊？哦，不能再想了，不能再想了，不要被一时的荷尔蒙所蒙蔽，好吗，林淼？好的，上班。好的，好的，您放心。好的吧，我这就去找您。他都不害羞，我害什么羞？真巧啊，林夫人，早啊。焦总早。这个女人是在问我装失忆吗？
跟我面前装正经呢？焦总，您这里咋？咋？焦总，现在全业界都知道了您的英勇事迹，您这是要去董事长办公室领赏吧？小事小事，低调，不足挂齿。这次的荣誉是属于我们整个总裁办的，你们都辛苦了。听说咱们公司正在进行跨部门竞聘，不知道这个机会能不能落到咱们自己人手里。毕竟焦总现在业务繁忙，应该不只需要一个竞拍助理吧？嗯。熬夜素得让人面容憔悴呢。对了，林助理，忘记问了，昨天晚上你和焦总到底谁先倒在谁前面啊？我先的。你先。我先的，我先的。